Oh.下一个第四章就是第一部的最后一章了。15年没见了，的确，我猜你一定想象不到，这15年来我有多么的痛苦。你一直很痛苦，然后今天终于让我遇到了这个机会，就是对你复仇的机会。什么？啊，圣诞快乐！棒，掉到水里了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们的检察官。我们检察官杀了谁？12月25号上午10点8分，陈木堂事务所。哎，陈木堂哥，这附近有没有什么瀑布啊？瀑布？你要找瀑布干嘛？你怎么不知道呢，陈木堂哥？说到瀑布，当然就去下面打坐啊。嗯？哦，对哦，你还在修行中。对啊，最近比较没有时间好好修行，所以才想说去瀑布下面打坐一下也好。嗯，附近是有叫葫芦湖的地方，但我想那边应该没有瀑布吧？呜、没有就是没有，不然你去用莲蓬头冲冲澡。嗯，就这么办。哎，播报下一则新闻。日前有人在葫芦湖，这好难念，目击到了巨大的神秘生物。因为和威尼斯水怪非常相似，所以被称为叫水怪湖蜥，引发了很大的话题。由于正宗的尼斯湖水怪被证明为其是虚构的存在，湖蜥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呢？全日本都在关注这件事。嗯，哎，好闲啊。好闲呐、新闻都报一些没有营养的事情。陈布堂哥，嗯，连蓬头的水压好弱。不然这样好了，你去消防局，请他们用强力水柱帮个忙。好，我会这么做的。哎。现在播报一则临时新闻，在葫芦湖水畔发生一起凶杀案，又是葫芦湖啊！今早在葫芦湖发现一具男性尸体，警方公布了目前逮到的嫌犯名字，嫌犯名字叫做玉见啊！检察官，哎呦，为何他会犯下凶杀案？全日本都在关注这件事。嗯，玉见，什么？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？遇见怎么可能？哎呦，打电话到消防局，结果被骂了，没有时间在那边胡闹了。遇见被逮捕了，什么？那位检察官，而且还是凶杀案的嫌犯？咦？什么时候在哪里杀了谁？为什么怎么杀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陈木堂哥，我们赶快过去吧。应该不用跟他交谈，每次跟他交谈都没什么重点。哎呦，颖儿很厉害哦，拘留所，先去跟玉见讲话。仔细想想，我们所有人都曾经进过这个地方的。嗯，不过我们做这一行的，难免有这样的机会吧，给人听到会被误会的。哎呦，哎。他是走的，他走掉是不是？你来做什么？好像不太开心。当然啊，人被关在这里。我想要他开心也很难。对啊，我们要急着来找我们的基友。你这样想要取笑我的吗？想笑就尽管笑吧。怎样？来呀、笑吧。陈部堂哥，这种时候应该笑吗？
个性别扭，如果真的笑他，他可能会气炸或哭出来。闲到来嘲笑你，你明明就很闲，虽然是很闲，没错，实在不想被你看到这副模样。哎呦，我也不想看到你这副模样啊！问问看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听听事情的经过。问这个要干嘛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帮遇见了。哎呦哎呦，帮我你吗？也自不量力了，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说是一个出庭三次的新手律师？什么？也许你运气不错，至今还没输过，但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的。你必须让自己更有实力。陈步堂哥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让他骂成这样？你胡如虎。昨晚深夜，胡如虎距离法院和检察官应该有一段距离吧？你跑去那种地方是想要干什么？没必要跟你解释吧？难道你真的把人？胡西，胡西，我去看胡西，胡西。不能告诉我们的秘密吗？给他看，律师徽章啊！别开玩笑，我可没有落魄到这个地步。这什么意思？我才不要让一个靠运气拿下三次胜诉的新手律师帮我辩护。哎呦，立场非常不利，所有的委托律师都拒绝了我的委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都说没有自信，也许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让他们的委托人获得有罪判决的原关系吧。怎么可能有这种事？总之，我希望你们不要管我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委托你。他怎么这么傲娇啊？自己做的吗？要怎么想是你的自由，但我也有一件事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？不要插手这次的案件。为什么？太傲娇了，调查其他地方，我们要去调查其他地方了。葫芦湖，去葫芦湖。哦，这是圣诞节。这里就是案发地点吗？是啊，公园里的湖。哦，附近很多警察在进行调查。咦，在那边？哦。这么多人，有力的线索，对不起，还没找到，明天就要开庭了，都要找出有力的线索。可是，就是因为没有这些线索，所以遇见检察官才会被逮捕的。对啊，哦，对对对，始终先生。咦，对，是来调查的，没有错。我会前面协助你们，你们想问什么就尽管说，来，赶快问。跟平常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还没有正式受到他的委托辩护。咦，什么啊？交谈。究竟发生什么事？不知道详情。是的。阿呆律师，事情发生在昨天晚上的凌晨0:15。葫芦湖上有一艘小船，船上有两个男人，其中一个男人开了枪，杀了另一个男人。开枪的人就是遇见检察官吗？是赶到现场的警官逮捕他的，那个警察动作还真快呢。关于这点，当时有目击者，因为有目击者报警，我们才能马上赶到。目击者，遇见，怎么可能会杀人？哇，
有目击者也一点不在意，一点都不用在意。不过，打从心里相信他。现在警方几乎疑似认为遇见检察官就是犯人，大家其实没有很认真在查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受到遇见检察官这么多照顾，但现在没有人想相信他。委托辩护。有名人士替他辩护，最后又输掉，肯定会影响到自己名声的。而且现在的立场非常不利，毕竟有目击者在。我说你，然后连你都要抛弃他吗？请你回想一下江阴超人的案件，那时候是有遇见检察官的协助，你的委托人才能获判无罪。我当然知道啊，可是遇见他说他绝对不想委托我，他宁愿委托别人，就是不愿意委托我。然后什么？这是怎么可能？江阴超人的案件结束时，遇见曾经对我这么说。不愧是陈步堂，他对我说过很多次呢。陈步堂哥，为什么他会说不愧是你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遇见检察官，我搞不懂你啊。目击者，侦查不能公开，看到了一切，明天会上法庭当证人吧。目击者就这么一位，没有其他人吗？目前好像是这样，毕竟昨天晚上特别冷，而且还是圣诞夜。不过我们也在调查有没有其他目击者，所以现在才在这里到处打听，目前没有成果。哦对，今天是圣诞节，拜托圣诞老公公送他圣诞礼物。其实还没有，搜查会议。马上回去。哎呦，解剖记录。啊，等等。我们可以进去公园里面。趁人家在忙的时候问这些东西。公园广场吗？这是什么？葫芦湖，很大的湖，小小的湖。将军超人馒头，因为年轻人热衷应该是公主超人才对。哦，对，已经从将军超人变成公主超人的。他这个，你没有发现吗？他繁中的话，也这边都变成铁旅馆了。然后上面的告示也变成向左跟向往左跟往右，然后背景这边也是写将军超人馒头。他其实繁中画作的很好。我好惊讶哦，这是什么拉炮？收起来。咦，拉炮怎么不见了？收到口袋里了。这是铁旅馆。左是小船出租，右是公园出口。葫芦湖。这个嘛，湖以前盛产葫芦，是吗？确实也有这样如此一说。葫芦湖公园就已经是中文了，我刚刚真的没有注意到。换个位置，到葫芦森林。
还是我们的目击者就是这个露营的人？你看这边还写不可露营，危险。哎，这个标志也太可爱了吧！不可放火，不就会放火了吗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另一边。哦，这个会不会照到命案的时候？嗯？发炮之类的，哎，哎，真的哎，咦，浪费一卷底片，跟他交谈。拿出吸引他的东西。律师。大泽木下美，他想要拍流星，为什么？大阪读大学是个研究员哦，三天的时间，所以他22、23、24都在这边，怎么可能对着湖面拍流星啊？相机看起来很厉害，索林根的名场不是刀具吗？相机上的装置是什么？拉了拉炮之后就开始按下快门，只要出现很大的声音就会自动按下快门。里面的程式侦测到蹦之类的爆炸声就会自动按下快门。原来是程式在控制啊。夏美的照相机。哦。公园广场。然后去租屋小船前，租屋小船，没有营业的租屋小船，这个嘛，大人500，小孩200。很多船，湖面上飘着小船。嗯，我们还是不要来搭船好了。有一些树，调查，离开这，
哦，啊，他不，他也不理我们，那我们去警察局吧。嗯，玉溪先生不在，做了什么？偷东西吗？不是，我们开搜查会可能还要再花一点时间，看起来有那么坏吗？嗯，好，他也不在的话，拘留所他也不在。回去跟他，离开这里，我们去回去葫芦湖。嗯，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啊？按下"砰"的声音有爆炸。这次凶杀的这家人是被枪杀的吗？被枪杀，还有都是爆裂声啊！对，会有拍到什么东西吗？哦哦，你真聪明啊，小哥。原来如此啊，我来确认看看好了。对啊，所以他其实应该真的有拍到什么吧？那我们再去找一下那个好了，他应该回来了吧？还在开会。哦哦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没什么好消息，跟他交谈。还没有查出他的身份。相信遇见的理由，非常深厚的信赖关系啊，他是第三者吗？绝对会让对方判有罪。有些时候。做法是过分的点，但那是因为打从心底信任我们的搜查工作，而我们底下人也为了回应他的期待，才拼死拼活进行搜查。原来是这样，解剖记录带出来了没？24到25日之间，心脏被一颗子弹打中，这个时间也太不准确了吧？这个好像哪里看过这个被害人，不是很确定，总觉得以前好像有看过，离开这里，我们去看那个照片到底洗好了没。哎呦哎呦，照片是洗好了没？嗨，你们中奖啊！中奖！昨天晚上快门一共开启其中的2次，嗯，第二次拍到的照片就是这张，
哦，照片上拍到有人在开枪，对吧？是啊，看不清楚究竟是谁开枪了。当时雾太浓，不过啊，那让我有想起一件事，什么事？我啊，目击了这起凶杀案。什么？真的吗，夏美小姐？当然喽，又突然冒出了一件大事，我是不是应该去跟警察讲这件事呢？要不要讲？要不要讲？要不要讲？要不要让他去讲？哎，我需要个选择。比较想要他跟我先讲，然后去跟警察讲，所以他反正就是他要去讲嘛，那就是应该要就讲，应该要讲。我说你别有关系，有这么没有矜持。不过算了，我就去警察局一趟喽。这张照片送给你们，拜喽。哎，我们得到一张免费的照片，看到也告诉我们吧。哦，目击者证言是警方的那一边，怎么可能告诉你们呢？哎，他竟然要上台讲了，还不跟我们说。他怎么这么坏呀？嗯，圣诞老公公。他是谁？是十张。俄美约会要花很多钱。俄美是个好女人，穿这样销路会不会比较好？这衣服送我，哎呦！俄美相信是个小姐，是个好人哦，好可爱。妹妹，这么年轻的妹妹才当律师，辛苦赚钱，是姐姐的妹妹哦，完全没有在听人说话，始终是。哦，好可怜哦，伤到他了。要拍写真集，所以跑去关岛，最近都没有见到他。又是个模特女友哦，他好厉害，都可以交到模特了。被告是遇见。他们彼此认识是不是？他是，他们三个是小学同学，哦，馒头将军超人馒头，原本是叫葫芦湖馒头，咦，改了名字应该会卖得更好，还做了这个曲子，很受小孩子欢迎的。葫芦湖馒头，尼斯湖水怪吗？哦，水怪湖西，原来他们是青梅竹马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
爸爸是有名的律师哦，遇见的爸爸是律师，但是他长大之后去当检察官。跟律师立场相反的人，哎呦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常跟我们说想要协助孤独无助的人，崇高的理想我们听了都感到害羞。哎呦，水怪狐吸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这个湖里面啊，有个巨大的怪物在，巨大的怪物。是啊，昨天的报纸、杂志还有照片。哦，哎，竟然拍到了。嗯，原来真的存在啊！还要访问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 A 先生，我来看看。当我们设定好自动快门，两个排在一起要合照时，突然嘣的一声，传来很大的爆裂声。接着我们身后传来了水声，好想看怪兽，为什么会有爆裂声呢？十张，这个报道是否可以给我100万美元？还要100万？你怎么这么幼稚？胡西的报道，哦，对，所以厦门应该有拍到才对。离开这里。这边会有人吗？这边没有人。葫芦湖公园。拘留所。哎，他竟然是不理我们。我们又来监视科了。对，就是夏美。那这边应该没有用了。我要去哪里啊？还是我们去偷翻照相机？这里可以偷翻吗？好像是不能偷翻。这边也没有东西可以看了。离开这里。有什么可以给他看的吗？报道吗？他只是个卖馒头的圣诞老公公。去哪里啊？刚调查过了。给他看相机。附在相机上的机械，这个人是谁？就是不知道才问你，这是谁？他说他有看过这个人，那我们回家，他说不定难得有用了。我们回事务所，难得要跟他讲话。咦？他想起来了，这个人姐姐之前待过事务所的律师先生，新颖大律师的事务所哦。离开这边，
新营法律事务所。墙上的那幅画还是没有回来。之前差点被你害死的妹妹。问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他也睡太晚了吧。遇见杀了谁？还不确定。吸引律师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好烂哦。关于画，那幅画，哦，应该不会回来了，没有办法报警。一切都是报应，衰老悔恨啊，报应。出事给他看照片。这个男人，好像有看过，好像没看过。想起来了吗？深仓雪夫。来来来，跟我们讲讲他的情报。为那起案件进行了辩护。DL6 号室事件。警方请出灵媒师，找到凶，也要找到凶手。哦，这就是他的妈妈来的灵媒师吧？嗯。灵媒师灵里无子，用灵媒的方式召唤了被害者的灵魂，然后最后失败了。DL6 号事件是15年前发生的一起奇妙的凶杀案，据说犯人还没有被逮捕。没错，灵里无子利用灵媒的方式召唤被害人的灵魂，问出犯人。由于灵媒师指出了犯人，所以有个男人被逮捕了。最后却因为深仓律师的辩护，被告获判无罪。哎呦，我妈妈因此被警察说是诈欺，最后是心理律师协助了我妈妈，对吧？算是吧。很谢谢您。不要对我道谢。DL6 号事件，没想到会在此时此刻再度听到这个名字。不过，这起事件跟遇见检察官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喽。DL6 号事件的被害人就是遇见的父亲啊、哦，父亲。详情你可以直接去问他，请他看这张照片吧。我想他的态度一定会有所转变。这是妈妈的照片。哦，离开这里，拘留所，哒啦。干什么？我想尽办法损你，你还来啊？你找到律师了吗？这跟你无关。看来他还没有找到。给他看，给他看。遇见，自从你来看我之后，才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没想到你已经找到我这个情报了。算你厉害，陈不寒。你从以前就是这样，只要下定决心做的事，你就一定会做到。DL6 号事件，没错，就是 DL6 号事件。我就是不想让你知道这起事件，所以我才拒绝你帮我辩护。之所以一直说话攻击你，也是因为不想让你涉入这起事件。是不是喜欢碍事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事到如今，对你有所隐瞒也没有意义啊。好吧，那你想问什么？我可以回答你。交谈。DL6 号事件，也就是导致我的父亲去世的事件。他在我的眼前丧命了，我的父亲在我的眼前被人枪杀。其实当时的记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，他被封锁在我的内心深处。总之呢，当时有一位男性被当成嫌犯逮捕，同当时的状况，只有他有可能枪杀我的父亲，把我的父亲召唤出来的灵媒师也说那个男人就是犯人。
当时就是申上律师帮那个男人辩护，让他获得无罪。申上律师就是这起事件的被害人，对吧？没错，那时那位灵媒师就是我的母亲。什么？原来你就是？真是不可思议！现在案件都快要失效了，才发生这种事。案件即将失效。D 二六号事件是在15年前发生的，15年前的12月28。12月28日，再过3天，追诉时效就要过了。什么？陈木堂哥，追诉时效是什么？每个案件都有追诉的期限，只要时效一过，就无法再起诉犯人，只剩下3天的时间。关于嫌犯，那个获判无罪的嫌犯后来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从他之后开始销声匿迹之后的事，没有人知道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今年应该50岁左右了吧？嗯，玉健的父亲是一位律师，是，我的父亲叫玉健信，还当时还算蛮有名的。听说玉健检察官小时候想跟爸爸一样当律师，点点点。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给大家看这个，原来被拍了下这张照片啊。玉健是你开枪的吗？你认为呢，陈步堂？我不认为你是一个会拿枪指人的家伙，应该不是你开枪的吧？是啊，不是我。陈步堂，我知道，是啊，我已经怪你这种事非常好问题，但是让我们帮你辩护对吧？是否可以拜托你呢？接受。终于等来这句话，没想到会有这样一天的来临。那么终于就可以还你一个人情了，还他人情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记得你有欠过我什么。你不记得也无所谓。我已经写了委托书，请你交给刑警吧。可证明自己受到委托的证明哦，地震啊，渐渐变弱了。怎么一回事？咦，遇见呢？找到他了，蹲到地上却也在那边颤抖。他是不是不太喜欢地震啊？我怎么不知道他有那么怕地震？先别管这些了，遇见小宽好像站不起来了，我们就别等他，我们先走吧。好，必须把遇见给的委托书交给刑警。哦，离开这里，我们去鉴识科。怎么了？刚有个奇怪的人找我说是陈木堂先生介绍，所以来这里的。所以是你介绍他的吗？哦，原来是夏美小姐啊。不乱增加目击者。现在他就是看到我阻止他也没有用，总不能叫他把事实隐瞒起来不说吧。你根本就是在狡辩。不。遇见本来表示这个人情想留到逼婚的时候。给他看。遇见检察官，很害怕，为什么？也只有小学4年级的时候曾经玩在一起的1年而已，之后遇见他就转学了，不知道在那之后他是否发生过一些什么事。